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真情故事会。医院里，老公睡着了，我跑前跑后几天，身心俱疲。医生，手术成功率如何？我红着眼睛询问。医生说：“赵小姐，我实话实说，周先生的手术成功率只有一半。”周先生问过我，我也如实回答。 最近周贤老是说头疼，在我的强烈要求下，他不甘不愿地放弃去南城出差，到医院检查。这一查就发现了大问题：周贤的脑子里长了个肿瘤。好消息，这个瘤子貌似是良性的，而且发现得早，还没有长到不可控的地步。坏消息是瘤子位置刁钻，很容易手术失败。医生。 告诉周贤，手术成功率只有一半。周贤一下子崩溃了，难以接受事实的大吼：“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”我们都希望能找到提高手术成功率的方法。只有一半，这一半概率已经是最大保证，而且病人必须严格按照我的嘱咐用药。目前不能手术。 我们需要用药控制一下肿瘤，等身体调整到合适状态，就可以动手术了。那需要多长时间呢？一个月左右。好的，谢谢医生。不客气。我失望地走进病房，看到床上躺着沉睡的老公，悲从中来。周贤，你太辛苦了，以后别一味忙着挣钱，身体才是最重要的呀。 周贤开了家公司，经常在外面应酬，后来又去南城开了分公司，每周都要两边跑。如果不是这次我强硬逼他到医院检查，他恐怕又去南城出差了。我抹掉眼泪，起身帮他收拾床头柜的东西，顺便将他皮包里的东西也整理一下。这时我发现他的包里有一个笔记本。 起先我并没注意，因为我只想检查他的身份证和医保卡。结果笔记本不小心落到地上，摊开一页，上面的字引起了我的注意——遗嘱。我一顿，看了一眼病床上的老公，弯腰捡起笔记本。遗嘱的字迹很潦草，可以看出周贤写的时候心烦意乱，情绪起伏极大。 应该是周贤得知手术只有一半的成功率后，受到刺激写下的。傻瓜，我眼眶一热，咱们也有一半成功的概率呀、啊！我悲痛的看他写的遗嘱，读到后面，神色渐渐凝固，心中悲痛消失，升起满满的愤怒和疑惑。这封遗嘱涉及财产分割，他给婆婆公公留了一半财产。 另一半留给一个叫方宇的女人，叫她把孩子生下来，好好照顾孩子。而我一分钱都没有，我可是他老婆。遗嘱里竟然一分钱都没有，我不敢置信。这个方宇是谁？我仔细回想，脑海里隐隐浮现一个女孩的身影，曾经似乎当过周贤的秘书。 看起来挺年轻的一姑娘，长得很漂亮，打扮的妖妖娆娆的，说话声音很甜。我第一次在公司见到她，那副妖娆发嗲的姿态就让我心里不舒服。第二次见到她，她正在周贤面前撒娇，身体趴在桌子上，穿超短裙的屁股撅得老高。虽然两人没有过激行为，可我心里极其不爽。 回家，我向周贤推荐了另外一个人做秘书。周贤顿了一下，说：“好，将方宇辞退了。”我喜笑颜开。周贤一直是模范好老公，只要我提要求，他都会满足。毕竟当初他还是个创业的穷小子时，只有我陪着他一路走，坚定不移地嫁给他。我们感情非常深厚。可现在看着手里的遗嘱。 我只觉得讽刺，我的丈夫周贤早就背叛了我，他和方宇一直在一起，而且已经有了小孩。意识到这一点，我的心渐渐冰冷。早知如此，就不该带他来医院检查，让他那颗瘤子越长越大，直接死了算了。到周贤出院，我都没有表露一丝迹象，表现的和往常一样。 周贤拿着一堆药回家，把自己关到书房，说想静静。我温柔地说好，钻进别墅的另外一间房，打开电脑观看监控，发现遗嘱不对劲后，我便离开医院，第一时间请人在家里安装针孔摄像头，并且让侦探去调查方宇的情况。监控里，周贤果然没有静静。 而是给方宇打电话，出了点事，才没过来，去了趟医院而已。放心，小问题。你现在怀着孕，好好照顾自己啊。电话那头不知道说了什么，周贤忽然笑了，声音温柔的说：“行，过几天我来看你，你们才是最重要的。那张笑脸是我这几日都未见过的。他因为生病，心态不好。” 一直冲我发脾气，生病的事他没告诉任何人，怕别人担心。我以为这是信任我的表现，现在才发现，原来他是可以控制情绪的。他只是想把负能量全发泄在我身上，把温柔和煦留给其他人。我眼眶慢慢变红，眼神却越来越冷。下午，我接到私家侦探电话。 约在咖啡馆见面。昏暗的卡座里，侦探递给我一个文件袋：“赵小姐，这是方宇的资料。”谢谢。我接过文件袋，给侦探转了五万块钱。资料显示，方宇辞职后去了南城，周贤给他买了一套房子，将他养起来。他又把方宇安在分公司经理的位置上。南城在远方。 我不可能去调查，且我当初为了怀小孩离开公司，对公司后面的安排一概不知情。呵呵，周贤，你对得起我。我之所以离开公司，是因为我们结婚三年没小孩，家里意见大了，而且查出我的身体有点小毛病。我本身也想要个孩子，因此就回家备孕。 但一直怀不上，为此我遭受了不小的压力。婆婆明着嘘寒问暖，实际却催促我早点生小孩。事情拖到现在，婆婆没怎么问了。没想到周贤居然在外面养了小老婆，还怀上了孩子。周贤告诉我要去南城出差，我让他别走，他不耐烦的表示事情很紧急，必须得走。 我说：“非得去，不想看医生了。”其实，在周贤确诊的第一时间，我就联系上一个朋友，朋友帮我联系国外的专家团队。如果由他们动手术，成功率会提高到百分之七十。如今，我懒得再去为他奔波。嗯，那边等不了。周贤说：“什么时候走？下午一点的高铁。” 我点点头，进厨房为他准备午饭。中午我们在餐厅里吃饭，很安静，几乎没说话。平时都是我说话多些，今天我一句话没说，他竟然也没问一句。什么时候我们变成这样了？周贤心不在焉的扒了两口菜，频频看表。我等到他快出门。 才掏出一份文件递给他，签个字吧。这是什么？周贤急着出门，没有翻开文件。等我回来再说。为你买的保险。我说，不是要动手术吗？总要有个保障。你去南城要好几天，赶紧签了吧。周贤看了看表，又翻开第一页，发现上面的确写着保险，就没看后面的内容。 直接刷刷刷签下大名，按手印。我一直翻，他一直焦虑的看表签字按手印，似乎南城那位比他的命还重要。他如此轻易的签字，是因为知道我一心一意为他，也知道我对方宇的事不知情，所以才轻易签字。一沓文件签完，他匆匆开车离开了。我说。 再见。等他离开，我拿掉最前面的几页保险纸，露出“股权转让书”几个大字。从今天起，我将是公司的最大股东。周贤一走，我立即拿着股权转让书去了公司。曾经我是合伙人，有股份，为了备孕才退出管理。如今回去轻车熟路。周贤患上癌症。 所以，将公司事务交给我打理。我拿出周贤的所有检查、诊断报告，对公司高层们说：“他现在需要静养，准备手术，以后有事直接找我。”在股权转让书、委托管理书、各项病例报告单前，公司高层们以及股东们一致同意我接手公司。毕竟，这江山。 是我和周贤一同打下来的。周贤不在，我就是他们最信任的人。周贤在南城和方宇你侬我侬，我在公司里抓紧时间掌权。我等着周贤回来，发现公司变天了的表情。我甚至预设了各种情形，比如我们俩撕破脸，周贤和我闹翻。 到时候争权夺利，必然腥风血雨。我不一定能抢过他，但我会努力保护自己的权益。我预设了种种，唯独没想到他回城途中发生了车祸。车祸并不严重，但他脑里有个定时炸弹，一撞就爆了。我接到电话，第一时间赶到医院。周贤躺进急救室。 医生说：“赵小姐手术非常危险，不一定能成功。不过我们会努力抢救的。”他给我交代术前事项，让我签字。我红唇微挑：“那就别救了啊！”医生傻眼，又费钱，风险又高，以后还会出现各种后遗症，还很痛苦，就回来干什么？我说：“拔管拔了。” 让他轻松点儿走吧。医生陷入沉默。我不肯签字，他们无可奈何。很快，周贤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咽了气。医院出了死亡通知书，我直接花钱插队拉去火葬场，将他烧成灰。又回到家，翻出他书房抽屉里的笔记本，将本子拿出来烧了。世界瞬间变得敞亮。 做完一切，我才给婆婆打电话，告诉他们周贤离世的消息。我并没打算对付公婆，因为公公婆婆在我结婚的这三年并未和我结仇。周贤的遗产，我会按照法律留给公婆。考虑到两个老人只有周贤一个儿子，我甚至可以做出退让，现金可以多分一些给他们。婆婆尖叫。 什么？不可能！我儿子怎么可能死？公公婆婆到处旅游，得到消息连夜坐飞机从海南赶回 C 城。我要见周贤，见到我的第一秒，他们就嚷着要见儿子。我掏出骨灰盒，脸色平静。周贤在这里，公公婆婆不可置信。我掏出死亡通知书、火化证明。 他们依旧不相信，别糊弄我！我儿子前段时间好端端的，怎么可能忽然死了呢？我直接拿出照片和视频，周贤尸体的模样，以及死后从推车里出来的过程，都一清二楚。周贤死后，我才通知亲朋好友。过了会儿，马上有人给公婆打电话询问周贤死亡的事情。 这下子，他们不得不相信周贤死了，又是一番哭天抢地。我将两人带回别墅，等他们心情好了，打算讨论遗产的事。婆婆忽然开口：“她好端端的，怎么突然就死了？是你知道她有情人，故意害死她吧？”我盯着满脸怀疑的公婆，问道：“婆婆，你什么意思？你知道周贤有情人？” 婆婆，你别装。周贤的情人叫方宇，你之前见过的，现在就在南城。而且他怀着周贤的孩子，如今已经有六个月了。从他的口气，我可以断定，周贤和方宇在一起的事，他知道的一清二楚。这么多年都好端端的，前段时间方宇身体不舒服。 非要到 C 城大医院来检查，回去后没多久，周贤就出车祸死了。我不信其中没有关联，你一定知道了这事儿，怀恨在心。公公也说，要是你心里没鬼，为什么我儿子出车祸不通知我们，还急急忙忙的拉去火化？两人口口声声像福尔摩斯一样指出很多事件。 越说越认为是我害死了周贤，嘴脸之凶狠丑恶，前所未见。望着他们丑恶的嘴脸，我缓缓笑了。所以你们知道他出轨还有了小孩，却都瞒着我是吧？两人的眼神有些飘移，但过了会儿又理直气壮起来。别转移话题，就是你把周贤杀了。 我说：“现在你们又无凭无据指责我杀害周贤，亏你们做得出来！不想和他们打口水战，我直接拿出手机报警。警察，我要报案，我怀疑老公是被人杀死的。我堂堂正正的报警，公公婆婆露出愕然神色。涉及杀人案，派出所很快出警到家里调查。警察。” 最大的嫌疑人就是他，贼喊捉贼呢！婆婆吼道。我淡定的看了他一眼，什么话都没说。警察先冒火道：“不要干扰调查。”婆婆讪讪的退到一边。请问赵月小姐，为什么要这么快火化你老公的尸体，而且没有通知家人？警察问。我回答：“这是周贤的意思。” 他是个孝顺孩子，不想让父母伤心，曾经吩咐我早点火化下葬，免得爸妈看到了受不了刺激。什么时候说的？我脸不红心不跳。前段时间周贤确诊为脑瘤时说的，我没撒谎，因为周贤刚确诊时崩溃了，什么话都说过，也做了一些冲动的事。 其中就包括说早点把尸体烧了，撒向大海这一件，当然也包括他写下那封恶心遗嘱的事。也因为那封遗嘱，我才知道他早就背叛了我。脑瘤，公婆震惊，他们根本不知道周贤患脑瘤的事。我平静地说：“对，周贤前段时间确诊为脑瘤，退位让贤，让我接手公司。” 打算好好治疗肿瘤，原本应该在家好好休息，但他非要去南城出差，说那边的人一直催他过去，他才启程去南城，结果就发生了车祸。原本那车祸比较小，死不了，可周贤有脑瘤，稍微一撞就破了，所以他就这么死了。我冷漠地说：“周贤的爸妈闻言如遭雷劈。” 听说周贤送医院时，你放弃了抢救。警察询问，周贤爸妈一下子抬起头，凶狠的盯着我。我笑了笑，依旧镇定。警察，周贤脑瘤破了，手术成功率非常低，就算救活了也是个傻子瘫子。我可不想余生都伺候他。再说了，他背叛我，找小三。 去见小三才出的车祸，我觉得放弃治疗非常正确。警察面面相觑。贱人，婆婆张牙舞爪的想挠我的脸。你果然知道周贤有小三，你设计杀了他。我对警察说，我所说的完全属实，你们可以调查，这些事情都在医院里有档案留存。警察很快就查到证据。 公婆不得不相信周贤患有脑瘤，医院让周贤观察一个月再去做手术，这一个月内不要劳累，需要好好休养。他自己非要去南城见小三，公婆依旧不信，认为我在他的车上动了手脚，但交通鉴定车本身没有问题，事故只是意外。 视频显示，他自己开车忽然撞向栏杆，怨不得任何人。只有一个解释：周贤的脑瘤压迫神经，产生幻觉或者脑部不适，才会让他忽然撞向栏杆。正常人不可能自己把自己撞死。警察推测，并当场打电话向医院确认。医生说，脑瘤会压迫神经，产生痛苦。 而且会影响视觉，极有可能造成车祸。总之，无论怎么查，周贤的死都与我无关。我说，这就叫自作孽，不可活。公婆哭天抢地，几乎要昏死过去。看到没有，他有脑瘤，本身就快死了。不过，也不是没有活的希望。我淡淡道：“医生叮嘱他好好休息。” 一个月后再去手术，是他自己非要开车去南城，我留都留不住。你们怀疑我杀了他，现在看来是他自己作死。哦，如果非要找一个罪人的话，南城那位才是罪人吧？非要在他生病的时候叫他去，公婆面容扭曲。方宇那个贱人，我饶不了他。我笑了笑。 方宇固然有错，可他再如何也没有把刀架在脖子逼迫周贤上车的能力，是周贤自己要去的。在公婆眼里，他们的儿子没错，错的都是别人。公婆灰溜溜地滚回去了。我抓紧时间完成股权处理。公婆痛苦一天，回过神，立即杀到我家，要求分割遗产。 尤其想和我抢公司股权，我拿出周贤亲笔签名写下的股权转让书，递给他们看。这是你儿子给我的，不可能。婆婆比公公急躁些，大声道：“他不可能把股权全部转让给你，这是假的。”我坐在沙发上，好整以暇。如果你们不服，大可以做笔迹鉴定。 看看这是不是你儿子的亲笔签名？做就做。公婆坚决不相信周贤会把股权全部转让给我。为了让他死个明白，我光明正大地带上律师，亲自开车带他们前往鉴定中心提交文件。实际上，私人笔迹鉴定并不能作为最终法庭证据，但做完了，大家至少心中有数。 就算打官司，法院再让专业机构进行鉴定，我也不怕。笔迹鉴定结果出来，公婆傻眼了。我说过，的确是周贤签的字。我冷淡的说：“不可能。”公婆摇头，满脸不可置信，当着工作人员和律师的面说：“周贤不喜欢你，他喜欢方宇，孩子都快生出来了。” 而且他们打算生出孩子就和你离婚，让你净身出户，怎么可能忽然把公司让给你？一定有问题！律师和工作人员都被他的无耻震惊了。所以你们打算生下孩子让我离婚净身出户，一分钱都不给？我不可思议地问他：“我不是你儿媳妇，我是出轨了还是破坏你们感情了？” 或者把钱贴娘家了，居然要我净身出户。你儿子一穷二白的时候，是我陪着创业成功的，涉及财产，大家已经撕破脸。婆婆也顾不得脸面，大声说：“你在家当家庭妇女，对公司没贡献，生不出儿子，对家庭也没贡献，凭什么要给你钱？” 律师和工作人员再度目瞪口呆。由于他说的太过无耻，太过理所当然，我居然一时间无话可说。好一会儿，我才平静道：“或许你们忘了，当初周贤创业，是我陪着他一路历经风雨创办公司，我是合伙人。要不是为了生孩子离开公司，现在应该和周贤平起平坐。” 我在家打理资产，努力备孕，做周贤的贤内助，也叫对家庭没贡献，公婆脸不红气不喘。别说那些，反正周贤就是这么打算的，他不可能给你一分钱。我直截了当问道：“律师作证，你亲口承认周贤出轨，并且有了小孩，还打算让我净身出户？” 在律师和工作人员的注视下，婆婆咬咬牙，坚持道：“没错，所以这份股权转让书绝对有问题。我明白他为何要这样说，他只是想证明股权转让书是假的。”我冷冷道：“或许他良心发现了，知道对不起我，想要赔偿我，不可能。”婆婆坚持。律师说。 凡事讲究证据，咱们以证据为准，白纸黑字，亲笔签名。公婆瞪着文件上面周贤的名字，无话可说，打破脑袋也想不通周贤为什么会把公司转给我。我说：“你们要是不信，那就打官司吧，把你刚才那番话在法庭上说一遍。” 看看法官会不会承认股权转让书是假的？公婆脸色难看至极。股权转让书的事，公婆没有打官司，估计明白打了也没用。他们那些话说出去，除了抹黑自己，屁用没有。毕竟周贤的笔记做不了假。可我也知道，他们肯定不甘心就此了结。没过两天。 我在公司忙着处理生意上的事，助理忽然跑进办公室说：“赵总，您公婆来了，还带了一个怀孕的女人。”我出去一看，公婆带着大腹便便的方宇杀到，方宇挺着大肚子，六个月了，特别明显。婆婆见到我就说：“赵月，这是方宇，她肚子里怀着周贤的孩子。” 遗产分割必须留给他一份。我瞥了公婆一眼：“你在说什么？这个女人到处乱搞男女关系，和许多男人都搞过。你们怎么知道她肚子里的孩子是周贤的？证据呢？”方宇气得大叫：“我只跟过周总，这个孩子就是周总的。”我气定神闲：“你有什么证据？”方宇说。 当初周总和我谈恋爱，你发觉了就让他把我辞退。他把我藏在南城，给我买房子、开公司，我们组建了第二个家，公公婆婆全都知道。都这样了，我怎么会出去乱搞？这个孩子就是周总的蠢货。我惊讶的盯着方宇，周贤到底喜欢这种蠢货哪点儿？要说年轻漂亮吧。 公司里有比他更年轻漂亮的，像他这么蠢的却很少见，所以周贤喜欢他的蠢。你说了这么多，怎么证明孩子是周贤的呢？我好整以暇的问。法律上要做亲子鉴定才可以承认私生子有继承权，亲子鉴定呢？拿出来吧。方宇和公婆傻眼，这孩子还没生出来。 怎么做亲子鉴定？就算要做亲子鉴定，孩子爸爸已经被烧成了灰，也做不了。婆婆恍然大悟，指着我的鼻子骂道：“好啊，赵月，我算知道你为什么那么急着烧我儿子，原来在这儿等我。”你在说什么？我无辜的说：“我按照周贤的遗愿，把他烧掉，撒向大海，合规、合法、合情。” 你觉得我在说谎？干脆下地狱去问问周贤婆婆。一米五三的身高，气得一下子跳到一米八，尖叫：“赵月，你好毒啊！你害死我儿子，还咒我死，滚吧！别让我叫保安！”我挥手，公婆和方宇哭闹一通，什么也没拿到，无奈的离开公司。他们自己送上门闹。 省了我不少功夫，我直接将监控里的视频拷贝出来，交给大卫，花点钱让他们发在网上。很快，短视频网站里人人都能刷到方宇挺着大肚子，信誓旦旦的说周贤婚内出轨他的所有事情。方宇彻底出名了，网络上所有人都在骂方宇。 做小三儿居然还如此理直气壮，婆婆居然站小三那边，恶毒婆婆方宇被骂得不敢出门，连带着他爹妈也被人扒出来。我雇了些人，专门拿着喇叭到方宇以及方宇爸妈小区、公司里大肆宣扬他的事迹。这下子，连不玩短视频的大爷大妈们都知道方宇是小三了。 网友们只是在网上骂骂大爷大妈们这等恐怖的八卦能力，指指点点，恶言恶语，直接上门教训方宇以及爸妈，那滋味儿可不好受。甚至有媒体专门蹲点打探方宇的消息。很快，方宇便无法忍受的跑到公司，叫我把那些喇叭撤走，理由是骚扰他，要告我侮辱诽谤罪。 我说：“第一，我说的是事实，这不叫侮辱诽谤。第二，我的人只在小区和公司外面放喇叭，早上九点到下午六点，中午歇息两个小时，并没有打扰居民正常休息，而且放喇叭并不犯法。”方宇气哭了，干脆挺着大肚子往地上一躺，开始碰瓷：“你推我。” 想害我孩子？我是孕妇，你赔！我指了指头顶，上面有监控的大姐，而且你都没法证明孩子是周贤的，我为什么要吃饱了撑的害你的野种？你想躺就继续躺吧！我招呼所有工作人员，让方宇继续躺在公司里，其他人都不能靠近他。然后清洁工拿着拖厕所的拖把。 到处乱拖，屎尿混着水顺着地板流到方宇身边，巨臭无比。方宇躺不住了，只能爬起来，灰溜溜的离开。方宇一走，我又把监控视频拷贝发给媒体。方宇再度被骂惨，他怎么有脸去原配公司闹的？哇，他居然冤枉原配推他，躺在地上碰瓷，要不是有监控。 那原配不得被坑惨，好贱呐、啊！如果说方宇之前的视频惹人鄙视，这次他碰瓷则犯了众怒。有人偷偷的在方宇家门前泼粪水、扔垃圾、朝他窗户扔东西。方宇每天出门，门口都堆着无数垃圾，而且还没有垃圾袋，汤汤水水洒一地，连清洁都困难。 网友还不停留言骂他，方宇崩溃了，直接住院，宣称被网友暴力恐吓导致胎儿不稳，还要追究刑事责任。在他屋子前泼粪水、扔垃圾，的确违法。网友们有点害怕。这时，我直接宣称，那所房子是周贤用我们的婚内财产买的，所有权并不属于方宇。 而是属于我，我决定把那房子改成垃圾站，大家可以尽情扔垃圾。虽然法律上那所房子的所有权认定有得扯皮，但下下方雨没问题。就是房子都不是你的，谁吓你了？对，朋友们扔垃圾得到了主人许可，谁来打扰你一个外人的生活了？自己上赶着闻垃圾，贱不贱呢？ 你受不了罪，赶紧搬走吧！看到网友们的留言，我乐了，立即让律师起草打官司，冻结房子以及南城公司的所有资产。之所以现在才动手，因为周贤那个渣男居然真以方宇的名义买房买车，就连南城公司走账也做得光明正大。他对我可没这么有良心。 要找到他通过婚内共同财产给方宇购置资产的证据，颇费功夫。他当初为了瞒着我，并没有用我们账户里的钱养小三，毕竟那些钱我在打理，一旦有风吹草动，我就能发觉。他是通过南城分公司以项目名义，把钱洗进了一家空壳公司。 再把钱从空壳公司套出来给方宇购置资产，这种行为严重伤害了公司以及股东利益，属于犯罪行为。方宇为了逆转舆论，一直待在医院里扮演被伤害的角色，公司和家里都无人看守。我直接带人杀到南城分公司，报警清算。赵月，这事儿就算了吧。 知道我要报警调查南城分公司，公公给我打电话，言语中已经有了求和的意思。方宇腹中孩子的遗产不用给了，咱们按规定来办，该分多少就分多少。自从确认周贤与我的死无关，又笔迹鉴定过后，公公和婆婆除了带方宇上公司讹过一回，就再也没和我对着干。 他们并非愚蠢之人，知道公司股权已经全部在我手里，和我对着干没好处。不行，我一口回绝。周贤居然做假账洗钱，给公司捅了这么大个窟窿，此事已经不仅仅涉及出轨了。就算我答应你不调查，其他股东也不同意。实话告诉你们，这次并不是我报的警。 而是股东要求的，他们想把所有资产追回公司。我没说谎。方宇的事闹大后，股东已经有所觉察。周贤挪用公司的钱养小三，伤害的是整体利益。我再暗示一下，大家便同心协力，一起帮着我打小三，追回资产。通过违法手段获取的资产。 哪怕房子、车子是方宇的名字，哪怕周贤通过各种方式洗白赠予，为方宇保全资产也不行。该追回来的，全都得追回来。此事已经不仅仅是原配和小三的斗争，还涉及违法犯罪。我以雷厉风行的速度封了南城分公司的所有账本、印章等。 并向法院提起诉讼，证据确凿。等方宇听到风声，不再装病，匆匆从医院赶回来时，是已成定局。南城分公司，他的房子、车子等资产全部被诉前保全了，他只能挺着大肚子回父母家里。据说他爸妈一开始知道他掉了个金龟婿，特别骄傲，如今人财两空。 他爸妈在单位都混不下去，名声全毁。对方语不假辞色，一家人闹得鸡飞狗跳。有人看到他们在小区里面吵架，许多人谈到他们的事，都说一句“大快人心”。我听了冷笑一声，还有更让他后悔的呢。当初周贤为了避开我，违法做账，同时将公司的钱挪为己用。 干了乱七八糟的事，有些钱并没用到方宇身上，但南城分公司的法人和财务是方宇。周贤弄钱过程中，方宇参与了。即便周贤做的是虚账，即便周贤有些钱没用到方宇身上，那些钱都必须由方宇还回来。林林总总加起来有上千万。也就是说。 他不只得还回所有资产，还道歉一屁股债。知道真相后，方宇怕了，找到我，跪在我面前流泪磕头：“姐姐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求你放过我吧。现在知道错了，你怎么这么傻？”我微笑，以为法人这么好当的吗？知道为什么许多老板都不愿意做法人吗？ 周贤他们一家是在坑你呢，以你的名义进行洗钱，出了事便由你背锅。现在明白了吗？方宇面如死灰。经过调查，我总算明白公公为什么会求我不查南城分公司的账。原来总公司由我和周贤共同创立，我一直牢牢拿着一部分股权，即便三年不去公司。 我依旧是比较大的股东，而且当初为了发展壮大，还引入了几位股东，有了大家共同努力，才让公司在市场里立足，业绩和利润在行业里成为佼佼者。但周贤渐渐心生不满，认为自己辛辛苦苦在给不干事的股东打工，为我打工，极不平衡。 便创立南城分公司，再将方宇带进去，一点一点的偷总公司的资源和钱。三年来累计的数额非常大。这事儿公公婆婆方宇都参与其中，这也是公公求我不要查南城分公司的原因。狗日的周贤，他坑我！方宇嚎啕大哭，他们坑死我了！亏我全心全意为他做账。 还为他生孩子，我扶他起身，温柔的安慰：“方宇啊，现在就要看你了，将功赎罪才能少点盼头。现在周贤死了，我和你只要不涉及财产，无冤无仇的，犯不着斗得你死我活。你只要告诉我周家洗钱的所有下落，他们的账户，其他隐藏的资产，我会为你争取少判刑。” 而且，只要查到你身上那些账的去向，你的债务也免除了呀。方宇陷入沉默，神情动摇。我回家三年，公司每况愈下，勉力维持，利润极少。每次周贤都说现在生意不好做，竞争压力大。当初我义无反顾嫁给他，就是看中他的能力和向上爬的决心和胆识。 周贤是个胆识、能力都很强的人，我喜欢他，非常信任他。我离开三年，公司忽然就摇摇欲坠，我不是没有怀疑过，但我想着夫妻之间应该多点信任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才能过好日子。结果他却背叛我，最终方宇答应和我合作。细雨霏霏。 我陪方宇去引产，原配带小三引产，这事儿放到哪儿都挺炸裂。胎儿已经七个月了，现在没法证明孩子是周贤的，分不到财产。方宇又涉及违法犯罪，欠一屁股债，再不抓紧机会引产，以后要生下来就是他的累赘。你还年轻。 以后嫁了人，重新开始会有孩子的。我安慰瑟瑟发抖的他。方宇惶恐地抓着我的手：“赵姐，我我害怕，孩子已经七个月了，现在做手术有可能会死人的。”我甩开他的手，语气冷漠：“是你为了表明忠心，叫我陪你引产的。如果不愿意，那就生下来养一辈子好了。” 以后你就是个名声极差、还带个拖油瓶的女人，谁会娶你？你不嫁人，怎么获得荣华富贵呢？靠打工吗？当初做秘书才几千块一个月，你不就是嫌弃钱少才爬周贤的床吗？方宇脸色煞白。我说，好好想想，年纪轻轻有个小孩嫁不了人，每天蓬头垢面打工。 回家还得带孩子，你的人生就这样了。不要！方宇摇头，哭着说：“我不要孩子，我要嫁人。我不要苦兮兮的打工一辈子。”方宇被送进手术室。我拿出口红抹了抹唇，坐在走廊，心情愉快的等候。不引产，怀着孕就无法坐牢啊！傻妞，怀孕几个月，生了孩子，哺乳期又一年。 这么拖下去，他缓刑极有可能不会坐牢。当然，他把孩子生下来也没关系，反正我这边永远不可能承认那是周贤的孩子，他分不到我一点资产。总之，不论他怎么选，我都有利。至于公婆那边，他们肯定会希望留下唯一血脉，甚至愿意给钱养小孩。不过。 我已经先下手为强，把他们隐匿的资产查出来，弄回公司重新分配。最后他们能分到多少还是个未知数。且两人因为违法犯罪，可能得蹲牢房。这种情况下，方宇把小孩生下来极不明智。倘若再拖下去，月份更大，引产更加危险。方宇别无选择。 我给方宇爸妈打了电话，两人匆匆赶来，见到我脸色苍白。方宇在手术台上大出血，很幸运的捡回一条命。至于身体，祝他以后有个好身体。我打电话给公婆，告诉他们方宇引产的事，并言语刺激他：“婆婆知道吗？如果周贤没死，就没这么多事。” 如果周贤没外出找女人，他现在应该在我请的国外专家团队下手术，成功率有百分之七十之高，大概率能活下来。周贤的死因是因为他出轨，方宇非要他去南城，这一切从他出轨开始就注定了。啊，对了，忘了告诉你，当初周贤确诊脑瘤。 医院为他做过基因筛查，他的基因有点问题，加上我身体有点小毛病，所以三年来我们没孩子。你们一直指责我不能生，未免太过分。方宇怀的那个孩子，你们似乎很紧张，估计应该知道周贤难以生育的事实，才如此宝贝吧？甚至不惜转移资产和我离婚。不过。 你们渴望的宝贝孙子，如今没了，一大把年纪，儿子死了，现在连孙子也没了，这就叫见人自有天收，恶人有恶报。婆婆气得破口大骂，公公也忍不了了，跟着骂。我笑道：“骂我有什么用？他是方宇要打的，关我什么事？”啪的一声，挂掉电话。 公婆两人怀着一肚子气，匆匆跑到医院里，不顾方宇术后虚弱，抓住他的头发就一顿劈头盖脸的扇耳光：“贱人，你害死我儿子，现在又害死我孙子，我跟你拼了！”婆婆抓住方宇的头发，将他拖下床铺，彻底陷入疯狂。原本儿子死了。 他们把全部希望寄托到方宇腹中孩子身上。如今方宇打胎，他们彻底绝望了。是你们先利用我！方宇拼命挣扎，婆婆将她拉下床，两人打成一团。啊！方宇发出凄厉的尖叫，肚子一滩血慢慢进出。方宇妈妈打完饭回来，看到这一幕，也冲上去打起来。 方宇再度被送进手术室抢救，绝望的婆婆下手特别狠，方宇肚子都快被踢烂了，以后能不能生小孩还是个未知数。方宇清醒过后，和公婆彻底结仇，两方势同水火。方宇毫不犹豫地把公婆所有证据提交给我，我发现自己眼光不错。 周贤的确是个有能力的男人，他总公司经营的不好，可在其他地方做的生意却有声有色，全国各地都有他的资产，不过都在公婆名下，我一分都没有，也幸好没有，因为那些资产和公司好多都涉及违法，不查没事儿，一查就要了老命。 公婆所谓的经常出去旅游，实际上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帮周贤巡查这些资产。如今这些财产都被我想方设法请律师团队给找了回来，重新分配，算是意外之喜。我有时候想，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周贤如此忌惮我、防备我？方宇给了我答案，他讨好的说：“姐姐。” 周贤一直说你太强势、太聪明了，和你在一起总让他有种自尊心受挫的感觉。而我不同了，我很笨，他和我在一起很放心。这个理由我接受，我颔首。他还说他向你暗示过很多次，让你把股权给他，你不愿意，他很讨厌你，真自私。我笑，这个习惯不好。 方宇恨恨道：“所以他死了，我有点惊讶。如今的方宇对周贤一家恨得咬牙切齿，不知道周贤在天有灵会不会痛苦万分。”我说：“方宇，你太蠢了，以后长点教训，别再去做小三。有钱人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你玩不过他们。”方宇连连点头：“姐姐说的对。” 公婆因为经济犯罪被调查，最后被判刑。方宇投靠的比较早，又吃了不少苦头。我按照约定出具了谅解书，不过犯罪就是犯罪。他是法人且制作假账，公婆死死咬着他，他根本没法脱身。最终三人喜提牢狱之灾。事情到了这一步，剩下的。 便是遗产分割，我花大价钱请的律师团队发挥了很大作用，该我的一分都不少，不该我的极力争取。公婆违法犯罪在前，且私吞财产，这些都会影响财产分割的判定。本来很多资产归属权不是特别清楚，分给公婆合法，分给我也合法，现在通通都判给我。 我拿到钱，身家瞬间暴涨。以前周贤还活着的时候，由于我掌握股权的缘故，他做事必须要过我的名录。而现在我管理公司，绝大部分的股权都在我手中，不需要征求谁的意见，可以说公司就是我的一言堂。我成了别人口中的霸道女总裁，许多年轻男人对我抛媚眼。 晚上微信发腹肌照，又迅速撤回说不好意思发错了。这些小把戏我都懒得理会。婚姻之事以后再说吧。